市长韩国瑜走到哪，民众都会这样喊：总统好，好总统。总统加油！你要出来选总统啊！不管是总统好还是选总统，韩流热潮挡不住，一烧烧到美国华府。韩国瑜选总统，韩国瑜选总统。华府韩国瑜之友会首次召开记者会，韩粉们引颈期盼，积极筹备韩市长四五月访美的欢迎盛会。一人发一碗卤肉饭，一人发一瓶矿泉水，一人发一面小国旗。我们要把那个场面做出来，还带手机啊，然后到那个场面做成跟当初在三山造势的那个情况一样。友会发起人之一爱情教母琼瑶的胞妹陈景春博士，更是专门为韩粉写了一副对联：为国为民不为己，是上联啊，下联是敢做敢当有正气。华府韩友会成立后，洛杉矶、旧金山和波士顿等地纷纷呼应成立当地韩友会，很多侨胞盼着韩国瑜选总统。过去华府成立知友会或后援会，常常会闹双胞甚至多胞，而这一次韩友会的成立，17个主要的侨团齐心协力，共襄盛举。记者张国华，华盛顿报道。